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决战北凤梅啊、哦！今天的牌很精彩。这个本来要输的，输给孙瑞的，一把最后一把是翻盘。哦，打到现在是28000哦，因为是23000，但是如果你最后要跟我决战北凤是28000，加5000。那你呢？赢他要200，跟我挑战的话是23000而已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把看看能不能过关。来，就庄家。加油。西川，来看两家的牌。庄家就。就加油，亚洲，加油 ，OK。来，出赛了，一条，要急哈，慢慢打，想清楚，因为没有东南西北中华白，所以牌啊常常会同样花色很多，看清楚。一点，就是有经验的啦，亚洲，今天首战6条。30000，所以当然可以吃碰，都正常，正常打，可吃可碰。八饼，六饼，9万。四饼，11张，3饼，6饼，10000，2饼，1饼。慢一点啊，9万，2万，吃，4万，8万。3饼，8饼，3条，9条。10000，7饼，7饼，3条，9万，自摸。哇，没办法，这牌太漂亮了。他的牌很烂哦，他的牌起手好烂哦，到现在打到还算听牌不错了啊、哦！哇，白忙一场亚洲，是吧？上节目就开心了啊！所以呢，恭喜就一把决战北凤梅胜出，所以是28000呀！我又来了，好，来跟我的决战北凤梅。决战北风北，好，上次赢了28500，差500块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放软一点。哎，我这个也没办法，两个人其实就手气。10，抓剩一，对，来，你庄家，决战北风北，来看两家的牌，就就就加油，安奈，妙令，
什么奈？说菜。九万。九万。九饼。一饼。出。一条。九饼。哎，没有办法，五饼。七饼。九万。不这么早给你吃吧。一万，嚯，好吧，三条，吃一张。救我！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。没关系，不急。是什么态度？三万。三万。六饼，看到没有？八饼，吓死我！不是说不会，九万，这样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！怎么办呢？调酒。哎呀，还没听啊？不会吧？王牌，子墨，应该是子墨没错。对，子墨，二五八再四七。王牌，哎，你那么漂亮。王牌，给观众朋友讲一下，这是二五万，二五条，这是二五八了，对不对？二五八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四七。这太难了，太难躲了。整个条子都是你的啊。哥，这真的是你尽力了啦。干脆我跟他打七条，听八条放炮。还比较光荣。哎。啊。我牌好烂。他牌太好。他牌太好。太漂亮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你都不救救我。来，恭喜，就又赢了我两万，先换手机了。两万两级的五万六，五万六千五，好吧，好，都是你，拿出去，不争气。人家都已经这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你打上来，我搞不好本来才两万三，还少输五千，好吧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谢谢大家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